你们还很年轻，荣誉来得太早了，实在是。啊，还我们再接再厉，好吧，再接再厉。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二关，来，有请来自德云社的孟鹤堂。第二轮比拼，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都怀疑你俩会不会掉下来啊！我来介绍一下德云社相声演员我的徒弟孟鹤堂。那么第二关，你都说完了。 第二关呢是学说学逗唱，第二关学是很多，学说话，学表演，学方言，学唱，学叫卖，学舞蹈，都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。没错。那么孟鹤堂来了之后呢，你打算给大家做一个什么示范？做一个示范，学吗？学个简单点的吧。好吧，我们从基础开始。学一个叫卖。好，叫卖指的是小商贩的吆喝是吧？小商贩的吆喝。来吧，卖十三香的。好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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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都听过，比较熟悉。好，好，来。 小小的侄儿啊，四方，东汉蔡伦造纸张，南京用它报绸缎，北京用它来包文章，此纸落在我的手，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，哎嗨哎，十三香是一种调料啊。 这个以河北唐山人做这个生意的居多，对啊，吆喝的时候就是这个风味的。来吧，两边队长，山一同学，嗯，准备好了没有？我是吧？差不多了啊，队长来，来吧。我这有这个，有这个，你不要这范儿了，给他吧，拿着吧，闲着闲着。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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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等什么呀？小小的侄儿啊，四四方方。 东汉蔡伦造纸张啊，南京用它包绸缎啊，北京用它包文章啊，此纸握在我的手上啊，拉十三香啊，冬天雪呀，那夏天热呀，冬夏离不了十三香啊，我就。 关键是超时，我以为是超时，倒没事儿。关键是卖这个东西，它地上一个一块塑料布，一兜一兜的调料面跟着摆着，你跟这儿来回的那个，我这都不要了，这全汤了是吧？这表现就算不容易，不容易啊！我们知道沙溢的模仿能力特别的强，我记得有一次聊天还学了回单田芳先生，评书大家哈。这我真不敢，你这会儿有事没有？ 我这啊，你有事儿没事儿？我有事儿，有事儿，有事儿啊！太好了，他说有事儿，什么事儿呢？他要模仿一个单田芳。好吧，其实啊，皮毛真的是皮毛。你客气，我这你老这么谦虚，我们听着到底有多次。因为啊，单老师我从小就听他的评书，他又是我们东北人。 而且他嗓音非常有特色，小的时候听多了，偶尔的就会学上几句，但是完全是皮毛，在郭老师面前我就献丑了。你太客气了，献丑，学的真像哦，就学一句吧。哎，了不得了，今儿这我不能再演下去了。哎呀。